不过，我杀人了。大家请看，案发现场位于北龙小区的西侧，这里恰巧有一个小区的监控摄像头。现在我们还不清楚刘元奎为什么要袭击曹勇，但是从这监控录像上来看，曹勇的行为完全是正当防卫。你说这曹勇吧，平时挺霸道的，可今天晚上确确实实让别人欺负了。是吗？就报是那个朱亮。哎，对，朱亮，他硬是把曹勇给打跑了。朱亮平时不是挺老实的吗？其实他一点都不老实，他不喝酒跟正常人一样，一喝醉了酒，那整个就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。你当时没看见他把曹勇都整惨了？其实曹勇最后是被吓跑的。自从曹勇怀疑我跟刘元奎有那种关系之后，他就不太搭理我了。我特别的空虚，特别的寂寞。后来我跟刘元奎就发生了那种关系。行了，先别说这些了。我们现在问你的是，你知不知道刘元奎为什么要去杀曹勇？自从刘元奎跟我有了那种关系之后，就一直特别担心曹勇去报复他。特别是最近，他总怀疑曹勇要杀他。为什么？刘元奎说他做了个梦，他梦见曹勇用刀把他杀了。所以刘元奎要先下手杀了曹勇。我发现最近刘元奎的精神状态好像不太正常。怎么样，好不好看？我下午在商场买的。你真是打算在这儿过日子了啊？不是，我就是看你家窗帘太薄了，你要是不喜欢，我明天就退了。多少钱？那你换呢？多少钱？你尝尝它是不是咸啊？不咸。你还没喝呢。不行。吃菜。哎，我自己来，你不用伺候我。啊，吃人家的，住人家的，再不伺候人家，人家把我撵走怎么办？曹勇晚上杀了一个人。蒋丹，虽然刘元奎的死和你没有直接关系，但如果你不背着你老公出去和别人鬼混的话，也许就能避免这场血案。今后你要好自为之啊。我会吸取教训的。现在曹勇也受伤了，
我们已经把他送到了医院，你赶紧去照顾他吧。我不想去。为什么呀？蒋丹认为他现在过去的话，曹勇一定会怪罪他，因为他毕竟做了对不起曹勇的事儿。高军，你说我应该怎么劝说蒋丹啊？不大好劝。我知道不好劝，这不才找你帮着出主意吗？你看着我干嘛呀？我脸上又没长花。不是我，我的意思是说啊，要不然就让蒋丹跟曹勇实话实说吧。可实话实说之后，曹勇要是把蒋丹害了怎么办呀？不能吧？那有什么不能的？他把刘元奎都杀了。哎呀，那要不然，那就让蒋丹跟曹勇说他跟刘元奎没关系。你是想让蒋丹继续欺骗曹勇？你不怕露馅儿吗？你那露什么馅儿啊？你现在刘元奎都死了。哎，高军，你身为一个警察，你怎么教别人撒谎啊？你这什么思想啊？那你说怎么办啊？我要知道怎么办，我还来找你干嘛呀？那要不然，咱问问苏妍。你怎么什么事儿都问苏妍呢？他不是我哥们儿吗？那你也不能什么都问他呀。你以后要是结婚了，有了爱人，你和你爱人打架，你也问他吗？我跟我爱人不会打架。那可说不准。不是真的，你看我长得这样吧，一看就知道，肯定以后是个气管炎，怕媳妇儿什么的。你这样啊，都是装出来的。不是，我不装，真的，我装他干什么呀？哎，我跟你说，苏妍才能装。我想什么他都知道，他想什么，我就不知道。那我想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你说说。你在想啊？怎么劝说蒋丹？啊，笨蛋！我哪儿笨了我？怎么劝说蒋丹啊？我根本就用不着想。你为什么呀？因为这和咱们警察没关系啊。见不着你了，我把刘元奎给杀了，你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刚才警察都告诉我了。我是没办法，我是没办法才杀了他。当时我靠刘元奎往地上一栽，我真的慌了。我想一想，完了，这回真的彻底完了。杀人了，就算是不枪毙我，也得让我在牢里待一辈子。媳妇儿，真的，我当时想的最多的就是你。我一想今后就你一个人在家，我这心里面就特别的难受。公，我对不起你。你别这么说，是我对不起你。我天天都不回来，在外边混。别这么说，其实我……你别说了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没做对不起我的事。以前是我冤枉你了，这刘元奎。大概是太想得到你了，
看你老是拒绝他，不搭理他，所以就报复到我这儿来了，想黑手。对不起，老公，老公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给你惹的麻烦。你别这么说，是刘元奎太不是东西，这些天都怪我。自从我怀疑你俩有事儿以后，我对你就太过分了。媳妇儿，你相信我，今后我一定实心实意对你好，真的。相信你，老公，我以后也一心一意的跟你过日子，好吗？往后好好过日子。这场血案呢，完全是因为奸情引起来的。古人说的好啊，赌博出贼性，奸情出人命。你想说什么就直接说吧。你现在担心朱亮来报复你是不是？你怕朱亮因为我而对你？我要是害怕的话，我就不会让你住我们家了。苏言，我给你添麻烦了。晚上曹勇杀人之前，朱亮把曹勇给打了。是吗？因为什么呀？他喝多了。进来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就不能来呢？坐，拿杯水。请用茶，谢谢。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？朱亮，昨天曹勇把刘元奎给杀了。苏哥，我刚才不是都跟你说清楚了吗？杀人这事儿，真是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知道跟你没关系，可是你不是也承认，你把曹勇给打了吗？对，我承认。你为什么打他呀？我看曹勇太欺负人了，就把他给打了。你以前不是挺怕他的吗？怎么昨天你……苏哥，不瞒你说，哥平时我真的不敢。你看曹勇那次那么欺负我，我都没敢动他一下。可这回我可能是喝醉了吧。我发现我喝醉了以后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，那个人简直就不是我了。怎么不是你了？平时我怕的人我不怕了，不但不怕，甚至我还可以和他拼命。你看曹勇多吓人，但是奇怪的是我当时一点都不怕他。如果他不跑的话，很可能会把他打死。真的？我也就是喝醉了以后才会这样，酒醒了以后我就会后悔甚至后怕。可是上次你打我的时候你并没有喝多呀。朱亮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，连那个流氓曹勇都被他吓跑了。是吗？他在家里绝对不是这样的。他不仅在家里不是这样，在单位在朋友面前更不是这样。谁也不知道他还有这么凶狠的一面。
你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跟朱亮分手的？朱亮，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呢？什么事儿？你把曹勇打了呀？你看这个事儿啊，往大了说那叫伤害，往小了说呢叫殴打他人。你得理解我，你看我是警察，如果我要不管的话。苏哥，你别为难，你说吧，你说怎么办？你说吧。要不我给他拿点钱？钱倒没必要。这样，你呢先给他赔个不是。没问题。嗯，另外呢，我打算再拘留你几天，你看行吗？阿姨，啊，孩子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来办点事儿。哦，是不是来看你朱叔叔来了？最近怎么没到家里去玩啊？啊，我那个专卖店太忙了。有时间到家里来玩玩。好的，阿姨。阿姨再见。好。你怎么有空来啊？路过这里，顺便看看你。刚才有客人来啊。哦，于楠来了。是吗？哎，你在走廊没碰见他呀？没有啊。奇怪了，你们俩是前后脚啊。你放心，你这个拘留啊，治安性质的，对你的前途没有任何影响。苏哥，我这不就是普普通通的打了个架吗？你不至于非得要把我拘留吧？是，我也觉得这么做挺过分的，所以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？你要是跟我商量的话，那我100%不能同意。可是你不同意的话，我也不好办呀。苏哥，你别为难，你可以去给我办拘留手续，但是我一定会到你们法制科去申请复议。你要是申请复议了，那我这手续不是白办了？你的意思是说，你今天非要把我押起来？不是押，就是拘留。那不一样吗？苏哥，我觉得你现在有点过分。我不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，但是上次我打你以后，我给你赔礼道歉过，该做的我做了，不该做的我也做了，你到底还想让我干什么呀？你别生气啊，朱良。我这不是这跟你商量这事儿了吗？你这是在商量吗？你把我送进拘留所可以，但是你总得允许我去申诉吧，这本身也是我的权利。我知道这是你的权利，可你要是行使这个权利的话，我不就是没法拘留你了吗？你的意思是说，你今天必须要把我送进拘留所啊？昨天那个曹勇又开始欺负朱亮了。怎么欺负了？他开始骂朱亮，后来又打朱亮。这是朱亮跟你说的吧？那为什么呀？朱亮说可能有人在指使曹勇。这样，你呢，麻烦你先在这个拘留表上啊签个字，回头呢我再给你补一个笔录，好吗？苏岩，我郑重向你声明，第一，我拒绝签字；第二，我一定会去你们法制科去申请复议。你说你非得把这事儿整复杂了。行吧行吧，那你去复议吧。我去申请复议，你是不是应该先给我做个笔录啊？啊。棒，来，我们先做一个笔录。你认识尹曼玲吗？
啊，对，尹曼玲是他的真名，他在夜总会的名字叫婉琪。说话，认不认识？不认识。真不认识？真不认识啊。这可就奇怪了。这个婉琪他说你去夜总会找他可不止一次呀。你看这上面写的详详细细的，你去找过他几次，每次给他多少钱，他全说了。苏哥，哪儿错了？我不应该去嫖娼。上次曹勇被那个警察警告之后，到现在一直没有欺负过朱玲，可现在他又开始又打又骂，我想是不是那个警察在指使曹勇干的？这也是朱玲跟你说的。老朱，这个事情你跟陈局反映反映吧。怎么反映啊？你就凭这些猜测？开玩笑。老朱，今天孩子跟我说的时候，我感到他心里十分害怕，这事儿你就管管吧。不是我不管，就凭这些猜测你让我怎么管？你刚才说于南来过，他来干什么？来跟你约会的吧？大白天你让于南到你的办公室来，你就不怕别人笑话？朱云凯，我告诉你，我希望你自重。我一下子没有了女朋友，心里特别特别难受。就因为这个你去嫖娼？那你说这事怎么办呢？苏哥，给我个机会行吗？怎么给啊？你看罚款可以吗？好像不行。那怎么办？还是拘留吧。朱亮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嫖娼啊，别说拘留了，教养都够啊。你说你堂堂正正一个记者，因为嫖娼被抓起来，啊，别说丢人了，就连你的单位都得处理你。你说你因为嫖娼这事儿被单位开除了，你值吗？我让你帮我办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？你最好抓紧时间。我可告诉你，苏岩可是我男朋友，你要是再磨磨蹭蹭的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你也别难过。这样，你嫖娼这事儿我不追究了，咱们还是按照殴打他人，治安拘留几天就算了，行吗？什么？要拘留你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别告诉我爸我妈，他们该着急了。我知道。朱亮，你别害怕啊，我会想办法尽快救你出去的。谢谢。
小队，这王晨的案子怎么样了？还那样。特别累吧？可不是怎么的，我都半个多月没回家。不是我说你啊，这革命工作这不是一天干的，到时候别再累坏了。要是这个案子真破了，别说把我累坏了，就是把我累死了，我都心甘情愿。你说也奇了怪了啊，王晨这案子一晃都这么长时间了，咱们呢干瞪眼儿破不了。那什么原因呢？啊，对了，这儿有一个治安拘留，您给签个字。什么案子？殴打他人。你说你不是抓卖淫嫖娼的，就是殴打他人的，你能不能搞俩像样的案子啊？我现在跟您一样，干瞪眼没线索啊。下次吧，下次争取破一个像样点的案子。你什么样抽过血啊？给你化验化验，看你有传染病。真的，进拘留所之前都这样，这是例行体检。朱亮被拘留了？嗯。为什么？好像他把别人给打了。怎么可能？这孩子这么老实，怎么可能打别人呢？你的情况我也不太清楚，刚才朱亮给你打电话，你手机关机了，他就打给我了，让我尽快转告你一声。待会儿我去趟公安局。老谭，嗯，你去公安局可以直接找苏妍。苏妍，引进。你就是苏妍？对，我是。您是？我是报社的，我叫谭永年。哦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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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这是我们单位小高。哦、你好，高局。这是报社的副总编谭总。哦，嗯。我能不能跟你单独谈谈？可以。那行，你们聊。哎，谢谢啊。怎么样？我想问问你，你为什么要拘留朱亮？殴打他人。他殴打谁了？是这样，朱亮曾经写过一篇文章，把曹勇给得罪了。这个曹勇啊，就是一个流氓。结果呢，朱亮就委托郭明武让我来摆平这个曹勇。我一开始不想管，后来一看这个朱亮确实太可怜了，那我就帮了帮他。从那以后呢，曹勇就以为我就是朱亮的靠山了，就不敢再欺负朱亮了。可万万没想到，曹勇不欺负朱亮了，朱亮欺负起曹勇来了，见着曹勇不是打就是骂。这不前几天当着别人面差点没把曹勇打死。不能吧，朱亮多老实啊。一开始我也不信呢，这别人作证我才知道这是真的。是吗？还有这事儿呢？朱亮这么狠呢，都有点出乎我的意料。他以前给我的印象不多老实。素颜，我有个想法，我想把他先保出来。我跟你们陈局都非常熟，刚才我要上他办公室了，他不在。啊，对，他去省里开会去了。那我要不要现在给他打个电话？我相信他绝对给我这个面子，可我现在就要你给我这个面子。谭总，我就是一小民警，我只有抓的权利，我没有放的权利啊。素颜，你就别谦虚了，你的背景我非常了解，
过去是陈局的秘书吧？哼，这点事儿你一定会有办法的。而且你跟朱亮本来就是个朋友嘛。好像我还听说你跟朱亮的父亲朱英凯也很熟啊。对。哎，要不是朱亮那么过分呢，我也不会拘留的。那是。那你说吧，这事儿怎么办？这样，谭总，朱亮这事儿呢，我不敢说能给您办好，但是我一定会全力以赴。好，有这话我就满足了。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。我估计啊，朱亮今天晚上就能出来。是吗？嗯。苏妍这么快就答应了？他倒没直说，不过那意思非常明显了。那苏妍到底怎么说的？他反正说了，他一定全力以赴。那他到底说没说今天晚上就把朱亮放出来？这事儿你就不懂了，办这种事儿没这么办法的，苏妍不可能说具体时间。再说了，朱亮也挺过分的，他就不应该仗着素颜去欺负那个曹勇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朱亮啊，是得罪了一个叫曹勇的地痞。这个地痞啊，天天来欺负朱亮。朱亮没办法了，就请了素颜来帮他摆平这件事儿。这个地痞呢，一看警察出现了，吓坏了，再也不敢来欺负他。可朱亮天天欺负曹勇，见了曹勇不是打就是骂。这是苏妍说的吧？对啊。你可能让苏妍骗了。怎么了？苏妍拘留朱亮绝对不是因为曹勇。那因为谁？于南。于南？朱亮的女朋友。什么意思？苏妍看上了于南，他想把朱亮的女朋友抢到手。他假公济私，卑鄙！你又是怎么知道这件事儿？我怎么知道的？你就别管了，你还是尽快想办法把朱亮弄出来吧。我知道你们同学在公安厅干得不错，你就帮帮忙吧。苏妍，你让我帮忙去检验 DNA， 公安厅有没有我这个同学，我都可以给你办到。可是你得给我写一申请报告啊！你现在什么都没有，就凭你一句话，这不符合程序啊！又不是让你去做贪赃枉法的事儿，不就是检验吗？至于这么认真吗？你这不像是普普通通的检验，你毕竟是怀疑他杀了，你怀疑他是犯罪嫌疑人，完全可以走正当渠道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现在不让我管这案子，那你找陈局啊。陈局不是在省里开会呢吗？那就等他回来呗。那就来不及了。而且还有一点，我这只不过是猜测，我又没有别的证据，如果现在认定他是犯罪嫌疑人，万一错了怎么办？错就错了呗，你也不是第一次错了。亲爱的崔科长，我现在已经错不起了。你不知道，这个人的身份太特殊了，他是一个记者，万一给他弄错了，他这辈子就抬不起头来了，声誉就全毁了。没想到你小子心地还挺善良的，所以说，你必须要抓紧时间。我现在没法对他刑事拘留，只能是治安拘留。这小子关系特别多，随时随地都可能会被放出去。那好吧，我今天连夜到省厅去。拜托。哎，苏妍，你记着啊，今后不许再给我起外号了啊。哪能啊！我什么时候给你起过外号？走。
苏妍吧？对，您是？我是盛薇，我们两个见过。哦，想起来了，来，请坐。哎，喝点饮料吧。哼，你这东西够全的，又有小说，还有饮料。啊，这饮料别人送的。怎么着？找我有事吗？朱亮的事儿。按理说呢，我们从前都不怎么认识，我就贸然来找你，你是不是觉得挺奇怪的？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了。我以前在报社工作的时候，见过郭明武给你写的通讯，还见过你的照片呢。直说吧，我一直挺想认识你的。我今天来呢，两件事儿。第一，我想了解了解朱亮的事儿。第二，我想借这个影子，请你吃顿饭。你可真够直截了当的。坐我的车吧。对不起，我不喝酒，我只喝这个。你还挺会保养的嘛，你平时也不喝酒吗？嗯。初次见面，少喝点吧。我听你讲了朱亮的事儿，我觉得挺惊讶的。朱亮怎么会？我知道，你心里面对我有看法。什么看法？你认为我不值钱？你想多了。说实话呀，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找我来吃饭，那是我的荣幸啊。苏妍，跟你说实话吧，我从小就特别喜欢你们穿制服的。真的？嗯。哟，那早知道今天穿警服来好了。需要我做什么呀？一点小事儿。前些日子，朱亮问我借了50000块钱，现在我想要回来。打借条了？没有。
你要是为难的话，就算了。我试试吧。真不好意思，刚认识你就给你出难题。我愿意帮你解决难题。要我怎么相信缘分？我的心里只有失落。如果人生可以再次假设，我不会就这样让你走过。要我怎么继续的